又加一只往上涨啊，涨得让人心发慌。家里面只有那么多余粮，邮箱随时空荡荡。本来穷得叮当响啊，方便面都吃不上，老人要赡养，孩子要上学堂，汽油我就加不上。以前都是我骑摩托呀，现在变成摩托骑我，半路一没有摩托就熄火，只能扛着它上坡。天天都要去干活，天天都要骑摩托，工资又不多，累死又累活，心里头我真难过。